我受不了啦，都是怪物呀，外面来啊！休整一下，休整一下啊啊！这一趟没白来，外面有钻石，那你不早说，那我必须杀出去了呀！钻石都给我交出来！哎，钻石头顶，看到没？谁都拦不住我！钻石就像抽奖一样，要从它侧面挖，然后它就会发现它不止一颗。快回家，什么都没做又回家，这老是催我回家。算了算了，回家了，感觉没什么好探索的。你觉得还得死一次？不至于吧？完了。